to Jenny TV， 今天我们还是在清迈。早上我们想先来逛一下宁曼路，然后下午会去清迈大学，还有素贴山上的一个很有名的寺庙，叫素贴寺或者是双龙寺。但是我们刚刚在外面逛了一会儿，实在是太热了，所以先来吃个冰。这家冰也是在宁曼路上有特别多好评的，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不是比曼谷的 After 又好吃。这两个都是推荐的，这个是咸蛋冰，我们打算点这个。这个应该是泰式奶茶冰。淋上咸蛋黄。哦，这是咸蛋黄。对啊，酸甜啊。奶味很重，咸蛋黄还是很特别的。没有很咸，一点点。咸蛋黄冰加芋圆超好吃，不过两个人 share 一份就够了，挺大的。今日份惊喜，因为太热了我们才进来的，但是我之前就有把它保存在手机里面，是大家都推荐的一家冰，我觉得不输那个 After You， 就是周杰伦刨冰，就是有一家曼谷到处都是的周杰伦去吃的刨冰店叫 After You， 虽然那家也很好吃，也是超级细绵密，五颗星推荐。他们其他味道的有小份一点的，这个是他们 signature 的味道，只有大份的，但是一定要试试这个咸蛋黄的，因为泰式奶茶什么的你到处都能吃到嘛，并不是每家店都有咸蛋黄味道的。你有吃过咸蛋黄饼干吗？好像没有呀。是吗？我喜欢咸蛋黄饼干、咸蛋黄薯片，就各种咸蛋黄的零食，就很适合这个。嗨，吃完冰我们要冒着大太阳继续出发，现在打算逛到宁曼路一号。Mama told me not to mess around and watch out for that candy type. They can take your thinking out. 我觉得清迈人民把最大的心思真的都花在了各种小清新精致的咖啡上。如果你对那些精致的咖啡打卡拍照什么的有兴趣，一定要来清迈，因为清迈太适合你了。But she's sour inside. 不过宁曼路一号是一个一整栋的建筑，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小店。我们到啦，这里就是宁曼路一号，这两边有各种的小店。Crafted confection on the scene. She hides behind that mask of hers that looks to be so sweet.She sits there cute like candy wrapped up on a shelf.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she is wrapped up in herself. She'll pull you in and then pretty soon you'll find she may look like sugar, but she's sour inside.
弥曼路是清迈这几年最火的一个文艺街区，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小资。从一线到十七线有很多精致的咖啡店、按摩店、甜品店、民宿和餐厅等等。比如说其中有个传说中邓丽君最爱的咖喱面，拉花世界冠军的咖啡店，网红西瓜冰沙店等等。泰国旅游又觉得好饿，但是不想浪费白天旅行的时间，那怎么办呢？就是可以来做个 SPA。 我们现在来到了尼曼万的附近，我选了一家性价比比较高的，如果你想要环境更精致一点的，可以选 That's Relax， 尼曼万里面有一家。因为我们刚到曼谷的时候就试过那家了，所以我想试试不同的。这家的环境还可以，然后他们的性价比我觉得很高，它的 promotion 两个小时，我选了Body Scrub 加上 Oil 是799铢，我表弟选的 Facial 加上 Oil 也是799铢，就相当于369，就相当于20几美金两个小时。然后等我们做完的话，正好已经过了最热的时候，就可以出去继续逛了。现在来附近一家超火的本地人最喜欢没有之一哦的泰国菜吃饭。就是这个猪颈肉，然后这是泰北炒菇汤、炒龙须菜，还有泰北人民都很喜欢的炸猪皮，还有香肠。这家不仅仅是游客喜欢，最主要是当地人超喜欢，经常都是座无虚席，但是现在也不是饭点的时间，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没有排队。这个汤的味道超特别，是我没吃过的汤的味道。烤得特别好，超级嫩，它是炭烤的，吃出了一种和牛的感觉。吃完饭呢，我们可以出发去下一站了，距离这边其实挺近的，就是清迈大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清迈大学，刚刚从大门那边走过来，
也没有叫我们挑，就是根本没有人理我们，就自己就走进来了。然后现在走上这个小山坡的对面，就是清迈大学最有名的静心湖。很多学生来这边拍毕业照，然后还有慢跑和看夕阳的了。 OK， 我们的闲逛清迈大学和静心湖之旅结束。开玩笑，其实我们来这里主要还有个目的是坐双条车上山，去那个双龙寺。我们到素贴山了，现在在山脚下，要买票坐缆车上去，两个人是100铢。位于素贴山上的双龙寺不仅超级灵验，背后还有一个很传奇的选址故事。传说有位锡兰高僧带着释迦牟尼的舍利到泰国，然后就让白象驮着他寻找供奉圣地。大象一直来到了素贴山，转了3圈就死了，于是这里就成了白象选好的供奉地点。又由于山路两旁有2只金龙守护，所以大家都叫这里双龙寺。本来我们就逛两圈就出去了，但是刚刚有个师傅跟我们说再过几分钟。哦，逛了2圈，本来又出去了，结果一个师傅跟我们说马上就要开灯了，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坐了一会儿。非常感谢那个师傅。灯亮起之后，这些师傅们就围绕着舍利塔走圈圈，就是一种祈福的方式。我们刚刚出了清迈大学，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双条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之后有所改变，就是可能拼车的变少了，都是包车的，然后包车的价钱都是500以上吧。我们就试了一下直接用 Grab 打车，结果 Grab 打车才200多，所以我们就直接打了车上来的。很多人来这边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面还是算是清迈一个很高的点呢，就是可以俯瞰整个清迈的全景，晚上的时候还能看夜景，现在下面就是灯火通明。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明天我们要去大象营跟大象过一天，但是并不是去骑大象和看大象表演。记得帮我点个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我们明天再见，拜拜。